吃素。
琼崖海棠，好听吗？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拿一个铁锤，然后再打一根树藤？他在毒鱼。他打的这一根呢，他的学名叫台湾毒鱼藤，这个树叫做罗氏岩夫木。罗氏岩夫木，我们要称山上的岩巴。上面这个，哎，这个枝。这个是为什么讲？不会。罗氏岩夫木，小心车子哦。然后这首歌是嘎嘞阿嘞，是911的在这边拍 MV 的那个歌曲。我们的领袖，麦表加本加拜，表加本是你好，第一次加本加拜，谢谢马上喽。东哥他天天种的生姜，不能生姜大王种的生姜，你看它又粗又长。婆婆妈妈要接待的时候很方便，在。原住民的活动的时候，都会搭起秋千，象征的是两条百步蛇。那这个教堂的主体结构就是一个陶瓮，就是刚才我在海边跟大家讲的那个船，但是不能用真的雄鹰的羽毛了，所以是用这个代替。好啊，这个是山猪的牙齿。随便坐。
大一张啊。